总有云开，日出时分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投币点赞转发这期视频，9月3日抽四位幸运观众，礼50。好久没有来上海的会展中心了啊，以前都是来参加 IECIE 电子烟的，停了之后第一次来上海。你看我作为一个 B 站的小 UP 主，只有14000的粉丝，还都是也抽电子烟的大老爷们，看看年轻人，现在年轻人比较有活力啊。我的天哪，好多人呐、啊！我操，二次元这么猛的吗？21馆 PlayStation 附近序列，哎呦，这都是手游，大家快来充值啊 Colorful， 哎呀，七彩虹，我的显卡就是七彩虹的4090水神，这个光猎的人，哇哦哇哦。来到我鸡哥的展台，门口有二次元小姐姐，鸡哥带着他们的极光和蛟龙系列来参展，观众可以现场体验。二次元小姐姐永远是最吸睛的流量入口。这个是他们的鸡小蟹卡通形象，以提升对女性用户的吸引力。不知道他有没有高温补贴啊？来了，自然要体验一把他们 i913900HX+4090的旗舰机。场馆的 WiFi 信号很差，只能连接手机热点下载 BBR。高刷游戏画面非常丝滑，可惜热点延迟高，拿不到人头，只能作罢。萨特鲁，郭总 ，I am Optimus Prime。呀，这是电锯人啊！全场最屌的展台是索尼 PlayStation。召喚は開催の子供ですから。啊、可以瞬间换人的吗？哇！但是索尼展位却有很多原神的展示机位。像这个剑斧，不在背后不是学二 B 的吗？在这么大的电视上玩什么游戏，一定都很爽吧？这边的拍摄图好多呀，为什么呢？小姐姐，黑丝，二次元，流量密码被他们吃透了。你看我，成熟而又克制，不像他们那么激动。1号馆就是卖手办的。ガンダ、これはガンダです。你看，像这些就不需要小姐姐，只需要摆一个机器人就可以了。卧槽，手工的，我一定要和他合影。想和手工梗合影的观众排了一整圈的队伍，人气巨高。在这排队吗？我们几点？走，好嘞。你好，我很喜欢你。谢谢，兄弟很足。对。好，谢谢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好嘞，好，看镜头，酷毙了，哟西，好，我要发朋友圈装逼了，点赞人数甚至超过了我和张嘉译、廖凡、闫妮老师的合影。这个大舞台很有趣，可以上台表演才能。
这个小哥很牛，我就听懂了阿米日文语的意思。这有个上海特色小吃馆，给我感觉有点像什么蔡林记呀、名胜甜食馆这样的感觉。搞个面，搞个包子吃一下，还有生煎，不错 ，nice。Bro, you just go inside someone. 刚才那两个小姐姐说的是德语吧？好酷，葱油面，味道一般，生煎包还可以。这个粉丝豆皮，豆皮里面包了肉，很奇怪，但是很好吃。有好多拍摄场地啊，但我不知道是他们自己的固定的拍摄场地，还是说摄影师在这儿钓鱼，然后有 coser 想过来拍的话，就直接走到灯光下。这个我不懂啊，这个应该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玩法吧，对不对？哟，这是巨人里面超级用的一个东西，那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老爷子在休息的感觉啊，青春多么美好呀，真是羡慕这些年轻人。一个成熟的男人就应该无视美色，沉溺于搞基，我非常欣赏他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展会，觉得很有意思。现在的年轻人真幸福，我年轻时都是买断游戏，最多月卡点卡，没有内购充值。那个时候也没公开的性感卡通人物可以操作，有利有弊吧。城管来了，但是他没有停，他走了，不是城管了吧？啊、哦，不了，就在这儿吃。有一种打破禁忌的快感，就是那种随时随地城管一来咱们就得我操撒丫子跑的那种感觉。吃完警员再走，这是揍人。你干嘛骚操的？哎，你坐到我这边来呀、啊、越南那边就很有经验了。他们是那个路边不是河边给大家那个有那乘凉的塑料椅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在那点饮料，也很便宜。然后呢，城管一来就看这帮人呼啦呼啦的，就是，先给你拽着站起来，然后把椅子往河里一扔，往河里一扔，对，然后他们就跑了。然后那个河的这个流速很慢，然后城管一走，就看一个个都拿着抄网从河里抄那个凳子、椅子，把椅子、凳子再给拿上来了。牛逼！我操！来来来，进！来！你看到他呀？啊！我操，爽！我操！加油！你这火鸡面感觉像是葱油拌面，或者像武汉的那种热干面的感觉，很辣，很辣是吧？哎，对，这家上次也吃了，是吧？他终于，他是现在才刚刚来是吧？他自带的道具。哦，他带的那个凳子椅子是吧？那咱们一会儿可以在那点点串儿，对不对？咱们一会儿在你再点点串儿。我记得你这儿有海鲜是吧？有生蚝，对。哎，好，来，生蚝上来，桌子，来，哎，我们还正愁没有桌子，我操，你看，以为你今儿也不来了呢，凳子呢？哇，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对，正好就是你的位置，我操。他还说呢，说那生蚝的今天没来，多可惜。事情永远会有转机的一面。对，我们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准备就在这旁边吃了。我操，这爽！
哇，这生蚝可以，黄金生蚝 ，Golden Oyster。你看它的名字叫八戒烧烤。八戒，呆子。大师兄。